妻，前妻。还好没有让我尴尬。性格长好帅啊！对，小小树，哇、哦哎，我跟朱正廷一起练习的，现在他都当我都当导师了，他还在来参加。你说话注意一点。我错了，没有，他比我早去两年了，你也不想想。我心跳的好快。其实我这一次来参加这个节目压力挺大的。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口，没口。因为我跟陈老师之前他是练习生的时候就比较熟，然后之前也参加过别的选秀节目，但是在那边就是成绩不是很理想。在这个节目中我需要证明我自己。叫不得是自己是最好的 Justin 在队里负责 rap 还有跳舞一样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乐华的队长朱正廷。有多燥，有多伤心，明天的帅跟着一起跳，别浪费掉。双手举过视线，别傻傻笑，没有人能计较，你一找到，那跳到空中感觉会充沛。嘿，让我们跟着节奏。来的哟 Justin， 谢谢老师。朱正廷，谢谢老师。开心开心，锁住啊！人很炸，人。互动是很有爱呢，怎么有那小怪癖呢？年纪小的不起来，打呼噜还好，就是讲梦话的。有个人讲了一个小时梦话，我就不说了。讲了一个，讲了一个，前面一个小时的内容是泡面，这个也是不能说的。他说梦话的大概是什么方向？五味金刚还是？打到地都在震了。没有事，没事，真够。